一个。来，快点！哎，怎么样？等一下，先等一下，你先等一下。山洞，山洞，麻烦311这边多纳兹支援。来一个，来，快点，怎么样？等一下，先等一下，你先等一下。山洞，山洞，麻烦311这边多纳兹支援。你先上去，这跟他们无关啊！你要带，没关系啊，就在场啊，回去了解啊，好不好？他说你有看到救护车来？他来的时候，那个受伤的人大概状况怎么样？感觉看起来他们是把他围起来了。围起来哦。对了啊，围起来，那个伤者他后来也是被警察，那被两个防护人员带上救护车，然后就送医了啦。真的、哦？哎、啊，就感觉这样啊。警察就把一些年轻人带回去问话。啊，有很多人吗？啊，差不多七八个年轻人。七八个年轻人，可能打一个人就对了。是不是打一个人，我们都不知道，因为刚好那台黑色车子挡住视线、哦，我们不知道发生什么，只知道说很吵，有大声。啊，后来就警察来了，啊、警察来了就直接在那里了、哦，表示说他们知道有人报案在哪里。啊，有来很多警察吗？哦，然后来了差不多十个左右。哦，真的哦，好，谢谢。